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呢，若将这个数字的分子跟分母同时减掉一个数，这个数我假设叫 x 啊，同时减掉一个数，然后呢，约分以后等于1/3了，那么他问这个数多少，那我就把它给交叉相乘了，就三。这个乘以这个等于这个乘以这个，这个一乘的话就是75，三乘以25是75嘛，减掉三乘以 x，就3x，等于一乘以这个，这57减 x，所以就得到3x 移过去，2x 等于多少呢？75减掉57，这个是8了18。所以 x 呢等于9，也就是说减掉的那个数是等于9，所以答案是9。